我叫接档子啊。在不叫接档子啊。我叫支架子吧。啊对对对。老子来了支架子。你那支架子呢他就能出个九万的十万的事四周就能开房间了。我老汉干啥开漂流的房间倒贴公园这。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奢望，我想要怒放的生命拍了，不拍了，这就叫烧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不是？啊，都是黄雀吧？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这是个云心路，啊，云心路。啊、这一条马路看着还有这个靠石车的靠都在车的这路啊修的出来一块再叫个前阳街跟前还有什么凤翔路了什么我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名字你一眼没拿听说过吧走的这一条路让不得了了前面这是个北河下村来同志们看看看看这是上了骂骂是不是这个宅来里头那是个骂书学校又没骂来了和你你看哎这不是里头有蒙古包哎呀又骂来了是不是嗨、哦、看又个骂来的地头打工了看我给大家拉近看一下看那咱们太原还有刷骂书的人了啊喂过进来过进来我刚说看一看哎呀可臭了也进来误区好误区你是刷码一套收费了起码哦59啊一个人一套误区啊不会起吧就不是我还是我进去看一看了行啊那摇票老外就走吧那你蒙古包了怎么盖上了靠缺油呀靠缺油了还靠、哦、呀说的还拽了还气的吗看看哦好几个马来了这不是还给马来洗澡了那这说的是个小娃娃洗的了59块钱也叫买这些那跑五圈圈啊可不是再圈圈啊不是在这外头的都圈圈啊、哦、哎你就看这个小娃娃你在这就在这在这洗都没意思就摔了吧咋也不会洗啊那边是教咋的洗了吗啊教那从小教了哈、哦、哎这也是贵族运动咱们耍不洗走吧走吧走看看咱们走吧走臭的来了你走吧别忘了哎，太原牛逼了哈，什么东西也有了，还有刷马术的了，一看他就知道了吧？哎呀，真是上也不去，要上又上。这就在那了。要也上不得了，这是走到哪里？你不记得在这干吃过饭？意思就在这了啦。上了。咱们吃饭了，还上太原在这了啦。哦。啊，不知道。外面是体育主题公园这样的了我再我先去的看一看看这几个我们来过这了我啊就这个上太原意思就这个康庄啊康庄生态美食林
哦，是这个，在这了了。记不记得？啊，我现在就学起来了。从这了，你看，从这了往右，这是顾鞋厂。我跟老公现在在继续洗了洗一洗，我看看有没啦，我给体育主题公园了哈。来说一会儿，咱们看说一下。这叫万福路在这儿，我写的。那这个路啊，两面还有可都摆摊摊的了，这是个上地佛了，因为让不得。这是上地佛了，同志们。他说：“这是个都说错，还啥说错了？我看。”我头一次来着了，新昌别名是错，不在就是金源新昌。哦，是哎，那是不？这是金源新城。啊、哦，我就说我们那人不怎么说是新建哈的意思啊。造就为什么叫金源新城？哦，有。哦，有十几年了。对。有。哎，我今天就从来不知道这个还是那个。你干吧，你不是说那专业吗？啊，专业兴趣嘛。哦，这就是过错。老牛牛、老大爷们都在，大娘大爷们都在广场上过错都做的了。我就说这个看起来还挺红火的。没办。这个叫个万寿路。从街头还可以过，从街头就是啊，设计过个就是。不知道，你看他这个还有大屏幕了，那再一会儿也是公园，是吧？啊。那修的还挺好的了，那就。我就不知道最后这个还有这么红火的一些地方。哈哈。哦，这是个金源区国防文化广场。哎呀，脑袋也不会说话了。金源区国防文化广场。哦，这也是个。公园过错，哎呀，那在树外走的好了，那是上树外了。我就刚才山海哟，上也让不得，开在树外。这叫上树外了，同志们。哎，接着上了还是？哎，不知道。哎，老汉跑了，快，赶紧追老汉。那个小区的在楼房盖的还有有东西帮着也有，规划建设的还挺漂亮的。我是通着了拐。那个路啊，全是你看，寿康福，宁，那应该还有一个万宁路了，是不是？有个万寿路、万科路、万福路，是吧？不寿康宁，应该是还有一个万宁路了吧？就我推断。哎呀，那这个长个红花了，哎呀，我不知道他还以为走到哪个市里头来了，还不像一个区啊。啥也有了，看见哪在配套设施啊？早以前这个是个美好。是啊，这个地方是个美特号。哎呀，昏花了，还以为到哪了，这个市里上个。那在小区的大门，再大门。这块就是体育主题公园。哇。有站地公园的地铁。正。这个还有地铁了以后。哦。这是个金源区美术馆。现在刚才老汉走的这个长官解说了，前头的这个看看手头的汽车哗哗的过来过，刚才是咱们的金孔高速啊，高速穿过高速应该就到天公园了。